这是你自己的吗？还是给谁的呀？这是我给八戒的。你给八戒的？给你。我怎么觉得这是你给八戒的呢？什么？这是你给八戒的吧？那个不是。嗯。来来来来，把那个拿过来。那个不是，那是人用的。人用的。谢谢妈妈，这是给八戒的。给八戒买的裙子。来，我们给八戒扮上。八戒是男的，他在不管，不管啊。再，他好好看，就让他穿女孩裙子。丧心病狂的妈妈，真的。八戒，真的，我真的已经不忍直视他了。一个强壮的男狗，怎么能这样？嗯，好，八戒不要吃醋，这是哥哥的。酷。哥刚才熬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狼外婆偷地雷造型，给妈看去。啊，偷地雷。怪兽来了，猪。哎，你俩尬一下，你俩尬一个，来来个武林决斗。这个是舞台啊，你在这边候场，然后我得喊开始，你俩就开始。来，我们第一届庐山武林大会比赛现在开始。哇哇哇哇！你讲个故事吧，随便讲一个。八戒和哥哥在森林里边找狗屎。从前有两只小狗，一只叫哥哥，一只叫八戒。有一天，哥哥发现自己的身份证丢了，但是他们要坐飞机去一个地方录节目，可是没有身份证怎么坐飞机呢？于是他就跟八戒说：“八戒，你陪我去办个身份证吧。”八戒说：“正好，我的驾照也丢了。”放哪儿？花草湖。好了。Oh baby。是枕头涂在芭比娃娃身上吗？你把我芭比的给我抹脸上啦。好吧，那我就是芭比娃娃了。